介绍一下 By Terry 最新的夏日彩妆系列啦，咁佢呢个系列咧就系叫做 Tropical Sunset， 咁即系咧热带日落嘅。咁打开呢一个盒啦，嗱呢一盒咧大家可以睇下啦，其实咧就系佢呢个叫做太阳创意彩妆组合嚟噶。咁里面咧有齐晒我哋嘅古铜粉啊，有胭脂啊，同埋咧有阴影嘅，咁想示范俾大家睇。咁其实我觉得咧，净系睇佢啲颜色咧，都觉得咧系好有夏日嘅 feel 噶啦。首先咧试下呢一个古铜粉先啦，咁我通常咧就会扫喺呢一啲英文叫 sun kiss 嘅位置，即系太阳掂到嘅位置啊吓。咁其实咧系可以突出到我哋嘅轮廓啦，我就会扫喺呢啲额头位啊、corner 位啊，同埋咧呢一啲腮位嘅。咁除咗可以做到一啲好健康嘅肤色之外啦，亦都可以咧修饰我哋嘅轮廓噶。今天我穿着这条这么鲜色的裙子，我就会选这只橙色来做我的胭脂的。跟平时的胭脂不同的，因为它比较闪，而且它的质地都很柔滑，做到一种刚才都说过 sun kiss 的感觉，好像刚刚晒完太阳那样，很健康的肤色。接着就要介绍这些三合一防水眼线笔。为什么是三合一呢？因为它可以做到 eyeshadow， 即是眼影，做到一些烟熏的效果。第二它就可以画到一条很漂亮的眼线。第三就可以为我们的眼部提升我们眼部的轮廓。另外其实我很喜欢它的设计，不要就这样看它的支笔，这一边就是平时画的，另外一边你开了它其实是可以给你刨翻尖啲支筆噶，呢一個設計係非常之好嘅。今日咧，我會試咩色咧？我就梗係咧要配合翻我呢一個sun kiss 嘅 look 嘅，所以咧我就揀咗呢一隻 copper 嘅顏色啦，同埋呢一隻咧淺金色，等我示範俾大家睇。我就會用呢一隻淺金色咧畫上去我個雙眼皮嘅位置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咧佢畫出嚟咧係好滑噶嚇。除咗防水之外咧，我哋都要夏天的时候很轻便可以画到一个漂亮的眼妆。我看到它很上色，而且我就用手指 blend 就已经可以 blend 开这只颜色了。我会画到上去大约眼窝的位置，不需要太 heavy。如果你想做到更加 smoky 的效果，你就可以慢慢地加上去。我画上这边眼线，畫到上去我的眼窩的位置，一直這樣 blend， 慢慢畫就可以慢慢這樣加深，你不想一來呢畫到太深的顏色。其實這個眼影是非常持久的，我都建議如果游水的時候想畫一點點 eyeshadow 或者眼線的話，都可以試試用這支筆。OK， 咁跟住咧，我就會用翻呢一隻 copper 嘅顏色啦，去畫一條眼線。係啦，我畫翻我哋雙眼皮位啦。見到佢嘅色咧，其實係好 copper 嘅，顏色好出。畫埋呢一邊。好，咁话咁快咧，我对眼字已经画完噶啦。